林超，我还不想死、啊。我刚梦见世界末日了，有好多怪兽来抓我们。一口一个人类嘎嘣脆，奥特曼、孙悟空、超人都来救我们，可你还是被抓走了。我想找人帮忙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离我最近的那个奥特曼叫什么，我只认识迪迦。后来我也被那怪兽发现了，他也要来抓我。世界会不会末日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现在只剩下3个小时了，再不睡你明早就会困死。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睡觉？难道你就没有想做却还没做的事吗？你就没有遗憾吗？没有。如果非说我现在想做却还没有做的事情的话，就是想睡个好觉。晚安。废话。好，那你听我说。世界不会末日，这只能说是地球进入了一个新的太阳纪。而且据说是因为玛雅人对日期的计算方式和我们不一样。如果以玛雅人的计算方式，12月21号刚好是一个大循环的开始，并不是这个世界就会毁灭。我这样说你听明白了吗？嗯，这下还害怕吗？喂，小兔。